玩腻了台湾十六张麻将，大家有没有想要换换口味，玩玩看日本的十三张麻将啊？现在呢，安娜介绍这一款麻将美梦俱乐部呢，里面就有很多美少女在向你招手哦。所以记得打麻将的时候，千万要专心，眼睛别乱瞄哦。喜欢日本美少女恋爱游戏的玩家，一定听过《美梦俱乐部》这部作品吧？这款游戏能让玩家化身为心地纯洁的绅士，在美女如云的美梦俱乐部里跟众多的美女大谈恋爱，还能一起玩陪酒谈心的娱乐节目。这种掌握宅男们饥渴心灵的游戏设定，可是玩家们的梦幻神作。而在麻将美梦俱乐部游戏中，这些美少女还会陪玩家大打方程之战，尽情让玩家大饱眼福。因为里面的美少女不但有着天使脸孔、魔鬼身材，而且每个人打牌打输了，还会穿起比基尼泳装，展现青春可人的肉体。看到这些美少女娇羞的模样，相信各位绅士们应该都快按耐不住了吧。不过打牌的时候要专心，眼睛别乱瞄，不然输牌了可别怪自己的运气差哦。麻将美梦俱乐部在3月29日就要推出了。PS3 与 Xbox 360版本还各有不同的预约特点，玩家们请期待与美少女的麻将对决吧。